接老板的大飞机，给老板们一个波波。奥晋夫，哎，哎，小摸一刀，出招吧！First blood。叫上来锤锤也算上，哎呀，他多兰顿已经没药了啊，还有谁？哎呦，这两个兵补的，我来了，兄弟，支援你一波，好吧？这波俺们去趟中，看看这德邦总管到底在干什么。哎，不要让皎月死了啊！帮你推波线来，兄弟。你看保驾护航，瞅着没，这就叫一个好队友，好上单。防止对面挖掘给过来赶口，我们家皎月帮他推了一波线，看吗？队友都会夸我好意思。哎呦，这波有点痛。他带点盐了吗？他没带呀，我们撤吧。这波撤呀，他有点小亏。我们选择在这里等一会儿。这个挖掘给明显没看见我们，我们只要不动弹，你大爷的！他居然这里头插眼了，我靠！这是我没想到的，他居然会在这里插眼，我没想到。我要气死了。没关系，试试吧，反正万豪也没助攻，这属于一波单杀。要升六啊！这，哎，这好烦啊！我突破技能，我把他杀了。哦。
我让人针对了，兄弟们。这种情况还得靠我们自己能打回来吧，靠队友肯定是不行了，帮也白帮，真事儿的，帮也白帮。好闪现，进夫打人真疼啊，进夫皎月，我的好队友，不愧是我帮出来的队友，这波皎月给我们缓解了很大的压力啊。漂亮皎月，把他们也换上。溜溜球，哎，这波还是不溜，吃一个塔皮，拜拜，回家了。不是说帮也白帮吗？那皎月这波来了来的就好，那你这正常也得夸一夸，对不对？那皎月可能是换人了呢。他们家这螳螂有点不太行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起飞喽！严阵以待。再拆他一层塔皮，我们回家。哎呦，有点厉害啊，回家了。我们破败打他就很好打了，基本上就是随便锤。我觉得万豪的英雄好像对线没啥意思，是不？是不是有点无脑的英雄感觉？这英雄对线有点无脑的，他也不用躲啥技能，他也不用说是咋咋地，他就上去就锤。你要锤得过我，我就死；你要是锤不过我，我就不锤。
好像没啥技术含量。把赵信杀了来。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是。打谁呢？哎，哟呼！这挖掘给伤害有点高的呀，还好我技高一筹。等一会儿啊，蓝不够算了，皎月来了。回家了，不杀了。别，撤退撤退，兄弟，撤退撤退，别啊，不行了，不能杀了，走。杀，这回杀。他虽然他在勾引，但是可以杀。这不是随便杀吗？那泰坦没出工资装啊？啊，除了没工资。还来不来呀？这打不打了还？哎呀，不打了，我可把这挖掘给的红给他拿了啊！这波啊，这波我们看看，先插个眼儿啊，两个眼儿给他插上。算了，先插一个。人有点多呀，这好像不太好上啊。这里头一瞅，这就有眼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今天我就必须得把你们家这个红给他拿了，我看怎么办。你大爷的！救一下！我的妈呀！大招没开出来，我怎么记着我点大招了呢？他咋没出来呢？这波我确实点大招了，但是他没出来，我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卡了可能。延迟是有点高啊。哎呦啊，双杀。
安妮儿的虚区有那么高吗？安妮儿。不行，现在大规模团战我们打应该是打不了，装备不太够。这小黄毛有点儿戏呀、啊，这想闪现往哪闪？把峡谷打了。又有个人跑过来做眼儿，怎么的？我一打二打不了呗？你们的意思是，我一个打你们俩打不了呗？我一个打你们两个是打不了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我就没明白了啊？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什么呢？上单没大吗？那肯定没大呀，他要有大这波我能一打二吗？一看你就不记得人家大招吸地，刚才中路这波他是不是用大了？他用完大招过没过一百秒？没过一百秒吧？那他能有大吗？他肯定没有啊。万豪又不出啥捡吸地装备，肯定是没大的。我来收拾了，你们撤。小万豪。吸住，跳过来，锤重锤，锤开 E， 晕住锤，锤重锤，这都不用躲他技能，根本就啥意思啊？这挖掘给上波打完，放弃了上波。你说你有什么好放弃的呢？你们家这也不是说打不了。心态不行。哎，咋呀？哟，好的样的，漂亮，跑得真快呀，安妮儿啊，这大安妮儿，哎，哎呦啊，反应有点快啊。